冥王暴杀坚固狩猎鞋，破碎无双衣服。超长大西瓜出了一个无级别弱点，无级别弱点项链，兄弟们。前几天刚出的无级别剑，你们还记得吗？无级别魔体双加的剑。你这个要是无级别野兽哦，那就太猛了。我跟你说，大西瓜，这要是无级别野兽，我估计奶哥就要了。奶哥他那个是无级别破碎头，也不，他是野兽帽子，他是150野兽帽子哦，那就可以带130破碎19段了。那你也是没少刷，兄弟们。这号也是没少刷，专用都出这些了，140的梦想，